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们接近龙年了，我先生属龙，我的名字有个凤，所以龙年龙飞凤舞，龙年行大运。因为我们常年累月都在出国表演，所以我们其实过年对我们来讲是真正有让我们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几乎都在家里，就才三四天的假期。那我跟我先生真的我们都是在家里过年，然后女儿们嫁出去了，就他们就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两个人就安静的沉淀着，然后互相再讨论一下，回忆一下那去年我们一整年做了什么事，未来我们要再做什么事情。你看我们连在过年都还在讨论我们将来要做什么事情，那我觉得就是全年无休了，真的只有全年无休，明儿园戏剧总团我们才能现在95年。所以95年虽然听起来是老店，但是你会发现明华园每年都是创新，所以传统跟创新永远在我们的身边，永远在我们的脑海里，制作最棒的戏，洗涤大家的心灵。记得大家龙年也要常常进到剧场，或者在庙会看到明华园总团，欢迎你们就站在那里看一下国语，现在越来越棒，外国人都说very nice。 我相信在龙年我们只要努力，一定会看到曙光，一定又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努力的成果。所以现阶段大家都会很辛苦，因为疫情刚过，所以我们让一切让时间给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过好每一个年，那当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，一定要努力哦。所以龙年行大运。